通过这些画面，我们可以充分地说明保护区的雪豹它们的食物是充足的，生存环境是良好的，它们的数量还在稳步地增长。首先，雪豹都有自己的固定的巡护路线。其次，我们通过它们身体斑块的这个对比，可以发现，这两年拍到的这个雪豹是同一组雪豹。通过对比，我们可以发现小雪豹的身体更加健壮了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得出保护区的雪豹生活状况是非常良好的。